师大体育系的学生一方面为了提倡篮球运动，一方面为了实习篮球场上的课程而主办的国民杯篮球赛，一共有39个国中的男女球队参加，比赛分四个场地同时进行。今天下午的比赛，男子组万华、大安、中和、新民、芒龙、信义、阳明、仁爱等队获得胜利，女子组阳明、金华、北投、静修等队获胜晋级。这项比赛完全是配合新年假期而举行的，颇有提倡青少年正当活动的意思。